一个常温状态，温度不高，也不冷，今天这个你要判断这个瓜的成熟度，唯独这个是最准确，你采收起来的瓜子才放得久，只要你今天白天去采，这个天35-36度，在烘的内底修复度泡的大家都同款色，你慢点扛得袂甜，而且搬运西瓜也不能见底，你今天11点、12点，你这些瓜子采收起来，马上。工人搬运车连夜要搬走，绝对不能晒到太阳。温度的变化会决定这个品质的好坏跟储放时间的长久。我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呢？这就是一个农业经验的累积了。那所以我出来简单跟你分享说，农业看似很简单，你今天泥土把它种下去，你就要收成，其实没有那么简单。一年12个月、24的季节，你要种啥？就像之前他们跟我说，老师，我那阵啊种空心菜，那拢袂活。讲你当时啊种，芒种前芒种后，什么叫芒种前芒种后？各位知道吗？农民力的。对，农民力一个捷径。空心菜北部一定会芒种这个季节，哈、哦，稻啊的染灰，水果的膨灰，后来种再活。芒种前你看啊种，伊就是要死予你看。啊，安尼种，迄高粱茶边啊种才会死。啊。